有请上台为两位颁发荣誉。有请陈春总。春总今天好女神哦，好美。恭喜二位，请我们三位一起合影，我们在舞台中央合影。来，我们能不能来再往前这儿，中间这儿是光最好的地方，我们拍好照片要发微博的呢。啊，恭喜恭喜，也谢谢谢谢陈春总，谢谢。现在台下休息落座，两位请留步，两位请留步，嘉儿请留步，请留步，请留步，请留步。刚刚获奖的短片在现场没有播放，因为我们那个片子姗姗来迟，待会呢会让各位看到啊。先请两位发表一下获得荣誉的感言吧，好不好？好，那个非常感谢微博还有我们微博音乐能够给我这个年度口碑歌手的这个荣誉，然后也很开心，也希望能对得起这个口碑歌手出更多有口碑的歌，谢谢各位。祝贺于你。大家，我是王嘉尔 Jackson。我觉得感谢微博，然后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专心做好自己就够了，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二位啊！因为两位其实很有意思哦，一位呢出生在香港，一位呢是东北人。你看看我们祖国的地图，刚好是在我们祖国的南边跟北边，两位可以刚好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进行一些文化交流。与您可不可以，给嘉尔介绍一个你们东北好物，安利一下。东北好物啊，那就是搓澡是吧？嘉尔知道嘉尔不拿麦，搓澡啊，那就是我推荐你到我们东北洗浴去好好搓澡、拔罐啥的，挺好的。非常可以，是的，非常可以，非常可以。肯定是试过，对不对？试过，经常试，是吧？对，经常试，舒服，对不对？很舒服，很舒服。那接下来就是您的部分了，你教一下语音，我的广东话，广东话，粤语，讲啲咩咧？我爱你。这个你这么直接的表白吗？微博，我爱你，系啦，可以准吗？可以吧？非常好，反正听懂了，比我准。别闹，反正听懂了，对不对？而且其实，像雨宁啊，在这个微博上经常进行直播，是直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分享一些日常跟粉丝们，对，是吧？就还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对，就是比较喜欢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生活，然后分享音乐，还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平台。嘉尔最近也在尝试，是不是在演唱会上也进行了一个闪播，对不对？一个直播的一个叫一个闪播的一个活动。哦，对，是吧？是的。有没有考虑连线呢？以后互相邀请连线一下。突然，我跟不，您之前就试过连线吗？试过，也试过，对不对？可以串串门。好啊，好啊，是啊，没事，明天就连吧。明天，明天嘛，那你们记得要在微博上发一下预告哦。好啊，这么突然啊？好吧，好的，我们就这么突然的，我们微博就是促成合作的一个舞台。我觉得不妨啊，还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想要了解到接下来两位啊各自的工作的安排是什么，对吧？然后呢，雨宁呢，先开始吧。我最近很惭愧，我虽然今天来领一个歌手的奖，但是最近都在剧组拍戏，那个后面也会有的自己的一个二巡的演唱会，也希望大家多期待。好的，记得我们在微博上做一个预告。另外呢，关于嘉尔呢，在海外有开很多的这个巡演，嘉尔能不能跟大家我们一起来透露一下我下一步接下来的计划？对，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我们明天的微博连线，不是吗？是的，可以。这个是明天安排的活动啊。对，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城市？接下来嘛，我会在国内开。对，就我们期待着。对，希望大家，求你们来一下吧。我们求也要有票，好不好？真的很感谢嘉尔，因为嘉尔现在很着急要赶飞机，是不是？谢谢，谢谢你。祝贺两位，再次祝贺两位。谢谢两位。别忘记连线了，bro。没问题，别忘记连线。我们微博的舞台就是这么棒，
直接可以促成很多大家就是想要看的一些合